原则上哈，他是主秀的，我只是来配角的哈。那我一直叫李欣要自己介绍一下，他就不要哈，所以我现在哈就跟他灵魂交换一下，我现在变成李欣，我来帮他介绍，我来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欣，他是伟林，我是昆山国小六年级的学生，他是西势国小的老师。你不要看这个老师长得高高的，又带着一只卡玛卡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其实他早就被我干掉了，我早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那今天为什么找这个人来呢？因为我看他在家里很无聊，怕他得老年痴呆症，所以我就带他出来表演一下，免得得到老年痴呆症。那我们要表演三首歌曲，那还有首安口曲，如果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，帮我来安口，那么我就会再为大家表演。那第一首呢是那个巴蒂沙菲歌啊，就是从那找我的老师一起来啊，我是他学长，他是我学长啊。那第二首呢是 Thriller 是 Michael Jackson 的，其实我那个年代我根本没有听过 Michael， 那我是听 Jack 弹的。那 Michael 那首 Thriller 呢是全世界销量最好的专辑，那我是没听过，因为我太小了。那我听到的是Jack 的版本 Thriller， 那我觉得很好听，我在 YouTube 看到他，那也没有谱，我就把他抓下来了。好，那第三首呢也是 Jack 的 Dragon 也是很好听，我很喜欢 Jack， 他是我的偶像，那也是没有谱，我就把他抓下来了。第四首是那个 Uncle 曲，是明都山寮的 Way to Go， Way to Go 有谱，但是我现在觉得看谱好很麻烦，我都自己用抓的，反正我就是听到什么声音我就把它弹出来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为大家演奏的四首歌曲，让我们一起来掌声欢迎李欣跟我们吴斌，谢谢。那我坐下来，我比较逊。